哎，各位哥哥姐姐们，听我说一下，我们今天来找你们呢，是希望在明天可以参加我们为你们而准备的一场音乐会。 同乐会，那叫什么？甜娃音乐会。你们喜欢听音乐吗？喜欢唱歌吗？我唱过。好啊好啊。那你们想唱什么？歌谣。簇拥着。哦。哇。 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才华，都好会唱歌哦，而且唱的歌都好成熟。我觉得是时代在变化了，这样的变化其实挺好的。